Hello，我是阿龙。那今天呢，要继续来玩我们的 Minecraft 魔族在线英雄回归啊，应该名字没有记错。那在上一集结束之后呢，有一位观众，应该就是地图的作者大大，那他就跟我们说呢，哎呀，骨头还给我，那他就跟我们说了，要晚上的时候呢才会有这个蜘蛛打。那这个蜘蛛好像在这些凸起的地方会生出来呀。那他还叫我们说呢，如果我们骑马呢就能跳过这个栏杆。但是呢，你知道我这个肥宅啊，天生懒啊，非常的懒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。这个应该怎么说啊，非常的难，不想动啊，省得麻烦啊，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走过去好啊，省一点麻烦。那果然呢，我们之前跑去打这个食人蜘蛛啊，是算打错了，所以其实应该是这些凸起的地方会出这个蜘蛛。这是什么凸起的地方啊，应该是这些吧。果然，哎呀，出来啦！那我们又可以做任务了。不过这个真是棒棒，打飞怪的功能太强了。我们呢这一集呢就来打这个蜘蛛，还有打那个名牌呀、啊，这个叛军名牌啊。Hello， 哦，哇，打一下五个。哎，这个又拉掉。右手，来，哎呀，是面包。这个蜘蛛又懒，这个蜘蛛又懒吃的吧？如果懒的话，那我们直接打一点来吃就好了，不管了。找蜘蛛出来。Hello， 谁？有声音球。他想说怎么有声音，但是没有怪人。然后呢，这个叛军呢就在这边了，然后还在下雨。哇塞，被抹一下真的是超级痛的。才回复一格。那还是不要乱吃好了。虽然我忘了他要我们拿多少。这个肉给他。50个吗？还是30个？那么先打吧。先打一点。那顺着打一点这个线呢，拿去换这个钱。超级痛力。打一下这个，然后啊就去晋级升力量。那我们去打一下叛军也行。嘿，叛军出来，叛军。结果还是装逼嘛。来，一对一，来。这个名牌感觉好像挺好掉的啊，30个，那就是打30击就好呢。啊，顺道回去拿一下那个蜘蛛的书。这个身上的书有点太多，越打越多。走。你一次剩太多了吧？走，回去。走回去。
拿书板。哎呀，不爬了，省一点就宝石柱，不是你，是剑你书。这个线就先放着。20个U，哇，那挺简单的啊，不算是很难。不过这个蜘蛛胆确实有点痛，就是了。哎，走。如果这个经验瓶能换成这个精力，那该有多好呢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哎，卡住。然后再调成往上一次。行了，按到了。我在这边也能看到那个神树，那马就停在这边，那三只蜘蛛消失了。帅。是，哎，来，猪，喂，马怎么跑到上面去啊？他喜欢高处是不是？30个蜘蛛肉，20个蜘蛛肉，30个名牌，来 ，try， 你们北向一挑战，来。多出一点行不行啊？是说这个下雨的声音有点太大啊，调小声一点。环境，小声一点啊！啊，这个是天气的声音才对。35吧。好一点。哎呦！什么？你看哪里？你的食物在这里。哎呦，回避成功。哦，痛啊，超级痛，这下超级痛。来，木棒棒，吃我的木棒棒。哦。痛啊！是说，总觉得说，该不会以后所有武器就是木棒吧？但是我看那也是挺悲剧哟。吓人吗你？基本打一只蜘蛛会有一块肉给我们，那挺简单的啊。不用说花太多时间，来 ，come on， 这个线之后才拿去换精力，来呀。这个装备也快光光。哎，是说都已经有这个耐久了，还是这么容易快？哎呀，多个大，得得快，来。再收个面包，入。是你，我就是在说你。老实说，蜘蛛，我觉得这个蜘蛛在 Minecraft 里面其实打起来很麻烦，会弹来弹去的。一时来两只对我这么好，那我就不客气啊，一加三一马斯来，喷你们的肉给我，被摸到。
快要早上了，然后骑这个马回去，朝前晚上再继续。那我们还有这个，这个名牌要打，所以呢，给我条块马上。那起码就减少自己的宝石多消耗啊，就把这个马放在这里吧。是说，我觉得如果有个双井，那就更好，把它牵在这里啊。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然后这个蜘蛛要算出来了没？蜘蛛，快点算出来呀！我差点快用这人交任务啊！刚好就两只。然后我们去打名牌，名牌就是在那边啊。有一只多出来的那个蜘蛛又就拿来吃了吧，毕竟能回复一格宝石度。准备没有的好，对不对？什么？打飞的超级猿？其实我觉得这个木巴呢，如果作者大人要再看的话呢，其实我觉得呢，可以让这个骑士的武器啊，不只是只有击退啊，我觉得可以多加一点别的效果。毕竟击退单纯击退的话，那其实有点烦，而且这个等级也非常的高。你看，等一下，他们走超越久才能走回来。你们看，那我知道那边有只 NPC，你们能不能不要这样子啊？看我好吗？我痛，超级痛！哦，你快走下去吧，不是吧？See you。是给，别哭死了，杀到喽！跑，吃个面包，看我的风骚走位！哇塞，这边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是拜神吗？注意周围。痛痛痛！哎呦，我的头快爆了！来呀来呀来呀！死死死死死！都给我去死！来乱飞一通！好痛痛痛痛痛痛痛！跑进去了！跑进去啦！总比跑进去啦！哎呦，还有。在哪？
哎，哦，嗯哼，你很爱他吗？没有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头盔鞋子也快爆，这个赖酒是坑人的吗？哦，不过我想没有这个赖酒的话，可能早就爆了吧。哎，照耀木吧，殉道，领取，蜘蛛的书，这里，然后把这个叛军的拿回上面。哎，64个纪念品 get，然后这个蜘蛛丝，换一点精力啊，那么这个蜘蛛丝换的精力比较多，挺赚的，还能打一点食物。哎，41块钱。哎，枪骑士装备要金刚级。哎，阶级，所以就是你没有错。必赢普杠金杠，书本哎。金刚级的书原来我们已经有了，那先换再说。哟，异月头盔，这个金章诶，哇，好贵，换一换我这钱就喷光了。好吧，宽了，都宽，哎呀，宽了，不宽不行啊！防弹耐久宝库，耐久只有耐久，宽了，都宽了，哎呀，不用挠啊，哎呀。宝库耐久，都可以快来。哎呀，这个耐久加0.4的速度，到这边，哎，好吧，钱就瞬间的碰光光啊！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又。那剩下的这几件呢，拿来做后背吧。嘿，又多了一格血。换钱，这个蜘蛛也能换钱啦。4个能换3个，哎呦，钱是回来了一点点啦。我其实我觉得说，该是时候刷蜘蛛来赚钱了吧，是不？骨头三个精力，蜘蛛女王的王冠哦，45块钱，感觉也是那些摸一下，然后半条血以上碰掉的情况。你看这边有能买食物的吗？这是你家养的兔子吗？食物店。哎，来，一个晚上都不知道，都不止啃这么小的面包，哎呀，好，走过去，其实好像可以这样子出去，行不行？行，应该行啊。来试试看，哎呀，搞定，呀来，来呀，你啦，就是你，不要往别的地方。
一个撞角就看到你，这样子对吗？吓到我了，又吓到我了！哎呀，你们能不能不要这样子吓我啊？驱逐你们！哦，哦，被他们摸一下，现在没有那么痛了。果然是装备升级了啊，比较没有那么痛啊。来呀，你也来。不过我觉得我的武器还是需要稍微的升级一下才行。那只装备就不理他了。哎呦，你让我吃个蜘蛛肉好不好？啊，嗯，好吃好吃。虽然现实我是绝对不会吃这个肉，因为我讨厌虫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啊，其实可以这样子打。哎耶。哦，这边有个太阳能板，还不让我找到的。来呀、啊，来，有种你们来。过不去。没关系，这样子打就好，反正他们会过来的。不过这个击退的效果，所以他们走超慢了。飞过去吧，哎呀，这个击退效果不够是不是？不对，是个距离不够。飞耶耶耶耶。耶耶！哎，飞下去，我占一分。哇、哦，这么多！有，不要，不要。不要，やめて。哎呦，你怎么有一下？哦，脚上了。所以还想说，哎，怎么有一下活塞的声音？但是怪没有烧光啊，怪就跑到窗子里面去的啦。嗯，是个面包，你们慢慢来啊，慢慢来，不用急。要签名的话，一个一个来啊。哦，不要挤在一起啊，很危险的，你们知道不？哎，不，算掉下来，先把里面的给打掉吧。哟，30个名牌吧。对，哦不，我敲到那个东西啦。对不起啊，作者大人，我把它给放回去啊。我把它给放回去啊！对不起啊，作者大人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的铁装还给你，哎，你的铁装还给你，你的铁裤，你的铁裤还给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小心敲到他，哎，我的木棒，你们很吵啊，你们知道吗？
二十四罐啊、哦，差四个就可以叫任务啦。嗯，来，再用一次出去。哎呀，这速度有点快。哎呦，哎，卡卡，哎呀，失败了。哎呀，嘿。走开！我要上去！呜，被摸到，超级痛！让我上去啊，拜托你！然后又是欢乐的集费时间，哎，掉下来，掉下来！哎呀，不要挤我！这个数量有点恶心。有一堆飞出去啊！其实往这个方向打比较好，这个距离比较近一点。又喷又掉下来了！你摸我干嘛？你摸我干嘛？先走再说，先走再说。回头！哎呀！我闪这边越出越多了！让我喝口水好不？来，突然间好像做到一耳瘸了，原来在这里刷是最快的，来呀，手不够强是不是？哈，可怜你，哇哈哈哈哈。好，然后我就不管你们走，骑马跑进去。好，走。呀，西内。西内，行，交任务去。去面包。哎呀，打一摸一摸就这个装备也碰的差不多了。哎呀，有这个铁钉，为什么不能让玩家来收你呢？这边，这个。三十个，然后这个书送你，然后有四个这个书，那请你，那麻烦你，我要正级，白金级，增杠一板，一个钟的还给你，是是呢，只有一板。只有一板，这么多？哇塞，这边你坐着大大的，这边开始玩拖时间的了，对不对 ？Oh my god！ 那看来呢，我要实体上多打一下这个。赚点钱，打一下就是任务，交一交来一点。这个经验瓶啊，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结束吧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喽。